都把你们都都写上去了，还有还有在干。他谁演的？他谁演的？今天我都马上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你想回家加点微信？你给我们俩加啊？我不加信啊，好像。给我加上。我去，快点，咱们能不能正常点？你给我加上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我的。小蛮，你需要加，我不是不需要，我微信号，我是，我收到好了。泰国一号遗传太差了。在真的下面没有，不是，刚才真的那个高洪鑫已经过了，我觉得他不是不是高洪鑫，人家都滑水了，都跟你们他不变化就永远不是你这手，他打没前两年打的，他前没前两年打的狠了，去年的把的梅队打的，我觉得也乏力，但是他这个是他下面
的嘛，他现在就是少伤病，看腰啥用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世界杯上打那个没有三米线外那个扣球，啊，那个那才是他真正的爆发了啊！三米线，五米线后边扣的球是吧？对，八位那时候是展现他最大的。当时在打，当时打的打的乏力，后球原来是哪地方没有人球在哪地方开花，现在是打不到点去了。我错了，这扣肯定是难住了，就是扣了，扣肯定难住。他这个扣日本的上一次昨天就是南网拿的比较